但是细节可能会弱一点啊。哇！把 TP 打出来，这一波没什么机会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拉不住，可以断。第二段剑气三个 Q， 哎，一下挂点。属性都有点低啊，他这个。这拉不回来，跳的没打中了。亏麻了。感觉应该再往前 Q 一下的。等九级有机会能打他。他这个炮都要塞到我的嘴里了。
文天是团战型装备啊，嗯，懂懂你意思了。哟，我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夏廷静主动没伤害了吗？对的，没伤害了，它主要是一个减速和一个加速的作用。缠斗。拜魔，小子搞什么？一个 Q 就能直接点满了，只要 Q 到人的话，两层、三层。你死吧，好蠢！500。这个3%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有点不明白呀。一层增伤3%，最多12%吗？是这意思吗？真的假的呀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不要骗我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主要他打小兵就能续，
哎呦，我靠，扛塔了，不好意思。